谢谢我自己。啊！我的坚持，谢谢我的坚持。的确有很多的坚持。我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，有时候会非常要求完美。但我觉得今天收到一个非常温馨的简讯，它来自一位女歌手啊，邓紫棋啊。他知道我感冒了，他就安慰我，他说其实他在去年的演唱会当中，我跟他说我破音嘛，我很难过，他说没关系的，我在去年的演唱会十场都破音啊，破很厉害。看到这样子稍微安慰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就是我觉得提醒我们彼此，就是我们都是人啊，我们都会累，有时候，对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然后啊，透过这个圣所演唱会使命，其实我就是希望为世界每个角落带来一些祈福，因为每一个城市，我们到的城市都可以充满着爱，渗透到每个人心中。啊，我愿每一个家庭都是健康的，每一段友情都是真诚对待，我愿同事之间都是有互相鼓励，每一对情侣都是真爱，然后最后呢，当然也愿每一个自己的内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。祝福你们。